又开始牵车跑了。还行不行啊？人家为了等人呢，一会儿给我拍拍去吧。来，哎，如获珍宝一样。他们卖了好多这瓶的吧？哪一个？就是你那一堆的。你那堆里，人家大师兄说不行。为啥？我不知道。大师兄说你那料不行。我这不会让我来找料。你和川哥一会儿弄完就川哥。